回到嚟广东话嘅 VR 游戏频道，我系阿伯。运动类嘅 VR game 咧出过好多款，最多人识嘅咧应该都系 FitXL 啦。免费嘅版本咧包含咗节奏 boxing 跳舞，订阅嘅版本咧就会再多啲嘢玩。现实同打机咧，我对拳击类嘅游戏咧都好有兴趣。VR 比较热门嘅 boxing 游戏咧，唔系呢只就系呢只啦。打沙包同埋 sparring 咧，啲拳全部都会穿透，又好似唔系好实在，有啲假咁。始终咧，拳击都要有肢体嘅接触咧，先至真实。就好似大家睇 VR 动作片一样。今次玩呢只 Newton Boxing Lead 咧，可以喺 Steam 同埋 Meta Store 揾到。单人游戏，冇连线，有排行榜。游戏嘅界面咧就偏向卡通化，有啲似 Borderland 嗰种 feel。游戏就分为三个模式：比赛、练习、挑战。好，先系个练习模式，自打身先。提示咧要你踏前一步，如果你空间唔够咧，其实可以将个人拉后，然后 reset 至中。入门最简单嘅 jab。左右各三下，跟住就到學挡。冇接触过拳击嘅人咧，避拳通常做到尽量侧同埋尽量远，因为惊避唔到啊嘛。我离开中线几寸位置咧，佢都 detect 得准嘅，几好几好。打个哭，唔知系咪空间深度嘅问题啦。站桩咧就打唔入嘅，要踏前一步咧先易入啲。练习模式入面咧，仲有几个 mini game 都几好玩嘅。其中咧就有我最中意玩嘅打灯仔同埋陪练。游戏整体嚟讲都算 OK 嘅，我自己就唔中意跳舞啦，又有打灯仔玩，咁私人就再加多一分，百零蚊嘅港纸值得一见嘅。如果你冇其他 fitness 游戏嘅话，而家咧搞真冇条片咧，我都搵命播咁滞，所以咧啲片量又少，流量又低，净系叫你哋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订阅啫，冇其他嘢啦。多谢支持广东话频道 VRVRHK， 我哋下条片又再见，拜拜。